你好，我的名字叫 Vicky LIU，我正在 Emory 大学学习。今年暑假我有机会通过 Emory 的全球实习计划与 Variantz 一起工作。这暑假之前，我说我想要在一个陌生的全球环境中学习和专业成长，而 Variantz 非常适合我的目的。在实习期间，我在美国东海岸，但尽管时区不同，我竟不觉得我错过了任何学习机会。在 Variantz，我专门收集关于人口、行业和市场趋势、应用和标准的研究和分析，关于医疗和保健。这也都很适合我自己的职业兴趣。我的研究是我能够与 Variant 在新加坡创建和改进物联网行业的享用解决方式。在实习开始时，我有几个个人目标，我对在 Variant 所进了的成长感到非常有成就和快乐，这一切都归功于 Ethan 和 Variant 团队营造了一个协作和参与的环境。我再感谢 Variant 带来的这次的奇妙的体验。